且呢，有去年的 CUBA 冠军球队的五名成员，那也是做好了准备，给更好的一个状态呈现给大家。好，比赛开始了。出来。推进。嚯！这边一上来呢，王少杰是一个封盖，对，上位盖掉。是。张宁。张宁在过去的夏天，随着这个篮球选秀节目的热络，王少杰自己来顶着往里走，自己还能抢。但是因为他身高确实对放在那儿，这现在可领先六分了，非常有想法。对，这边是不是王思琪上了？你看一下，还是王少杰顶着来。前场篮板，好球！好球！赵百清，南区星瑞手中控制，刷筐而出。是，二杰全场自己推进，对，大个持球，一条龙，再挑战朱荣镇，造犯规。这回王少杰是非常敢打，打得很硬朗。对，全场控球的能力，我们看这边没传出去以后，背后再加一转身，是过掉了外线黄世奇。期待他赶紧通，前提是他愿意进入到职业篮球大家庭当中。王少杰本身呢，在去出色的身体天赋，而且再有这种场上的感觉呢，我觉得在 CBA 未来 CBA 肯定是有他的一席之地。是这是没机会抢一个快速投三分，又是王少杰。王少杰持球，还是持球过了朱荣镇，漂亮漂亮，好球，就差一分了。这球真漂亮。对。你看这球，是，王少杰去策动了一次反击，是。一传很快，是。往外分，没机会，王少杰，好球，真是全面，全面，能运球、持球、能抢篮板，有弹跳力、爆发力，对，挡一次挡拆，王少杰。出进来，转身跳投，打进，漂亮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这比赛结束了这是杀死比赛悬念的一球。王少杰，看这脚步交代的特别清楚。对，第四节呢，王少杰把他所拥有的这些能力呢，是都展现最快速的，有一三分，看谁投看谁投。朱荣镇投三分，大个投三分这球差点进了，是，那没了。有效，但是于事无补，应该是90-88。